食品中毒酿粮死极为罕见，现在也传出背后疑点重重。市议员游淑慧在脸书发文指出，宝林用餐出事的案例，3月19号两起，3月21号三起，22号四起，23号三起，中间却有一天3月20号完全没有中毒案例，呼吁比对当天工作人员的操作方式。宝林茶室的两间店都是同一家果条货源，饶河店没事，信义店却多人中毒，让检警怀疑不单纯。宝林茶室不止负评多，如今员工更爆出老板积欠薪水，连电话都打不通。因为我是这边员工。他有欠你吗？本人有。会不会是员工不满欠薪报复？检调也约谈店长、经理和厨师，厘清19号到23号的上班班表，不排除人为下毒的可能性。不排除有人为下毒的可能。这个当然都不排除了。那所以那个检调也已经介入在做调查。宝林茶室在3月31号即将约满结束营业，营业的最后阶段 ，Google 一星评价频繁出现，还有民众反映餐点品质下降，豆腐有腐败酸味，甚至连青菜都已经烂掉。有网友推测，如果不是人为下毒，会不会是故意清库存，或是管理松散才酿下这两起死亡悲剧？三立新闻国是王佩华台北采访报道。